不是，监管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要选前锋？我就是怕你抓我，没想到你还要硬抓我前锋。那好，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吧。这一把刀给大家看一下，胡景春啊，我们前锋怎么去溜这个杰克，一定要找这种长板啊，大家可以学习一下，然后稳健拉球。 另外有小可爱想跟鼠标厉害的话，也可以看下方课程，里面有单球甚至真的所有监管的一个教学哦。应该不会追你啊，对吧？下来直接跑，别跑了，别下来跑呀！不是你。 这个红箭队友，你们地下室，你有地下室啊？你修呀，这不会揍你，还不会揍你，不要尿裤子。 100秒过去的，不要尿裤子好吗？慢踩。 谢谢你，做的太好了，大大一下，哎，能下来了。调休机啊！我的妈呀，再调休机，直接往双十一调就走，别带走一铲机。 这飞龙还是不交啊，都卡了一下，抛空了，还是要挂回去。这个杰克只有这种机会啊，他等下会失场有可能。哇，这条子好怂啊！我去，打他一刀，我下来了，能休机吗？ 你也查，好害怕呀！他这波救的，我跟你讲，这波还好是牛仔在，不然挂的一铲击很裂开呢。还好是我们这个什么，用他这波救人救的也，我怎么可能会往那边跑嘛？怎么可能会往大门跑？他给我往大门扛刀。 可能吗？也太慌了吧！调试我觉得应该无所谓的啊，那个洞口啊。